好，大家好，今天为各位开箱还有经验分享一个三层推车。那这个三层推车的厂牌名字叫做 CSPS， 那它是我在好事多购入的。那前一阵子呢，我在好事多有发一篇文，就是针对这个推车的优缺点介绍。那因为里面呢有一些细节，那我在今天的影片里面再慢慢的跟各位分享。那首先呢，我先讲一下我今天的影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对这个推车的一些基本的规格介绍。那第二就是它的优点，第三就是它的缺点。那第四呢，就是我一个小结。好，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基本介绍。首先呢，这个产品的规格是32寸，就是说它的高是81公分的三层推车。好，它有两种颜色，第一种颜色就是板层是蓝色，还有黑色。那第二个是板层是红色，配边边是黑色。那我选择的是比较常见的是红黑配。那这个呢，我刚才讲过它是32寸81公分高的一个三层推车，然后它的供应厂商是江景精工。那这个江景精工呢，它位在我们云林县斗六市云科路3段96号。那这个推车呢，我本来以为是台湾制的，可是看一下说明书，它是越南制造的。那这个推车呢，它我先讲一下说明书哈，说明书其实我必须要澄清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当初在好事多的那个分享 FB 上呢，有提到就是说他没有讲到螺丝的个数哈，那是因为呢，他把他的一些配件哈分在两个，应该是两三个不同地方写了。那其实哈，我觉得一个正式的文件应该比较好的文件是把所有的规格放在同一个表格里面去写，那他只有他把它拆成两三个。它螺丝是独立的一个表格，然后其他所有的配件又是另外一个表格，那后面呢还有一个配件表格哈，这是第三个配件表格，它又把它分开写，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好的一个规格文件表格应该是把它汇整在一个表格就好，不要分开写。所以事实上它的纸本说明书上是有写螺丝的个数是42颗，但是42颗够不够？其实不够的，我等一下在缺点的地方会再数给各位看一下哈。好，所以它基本的规格就是这个样子哈，是代理商是在云林，那是越南制造的哈。OK， 那第一个部分规格讲完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它的优点哈。它的优点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烤漆呢，烤漆的品质很不错，就是它是一个雾面的烤漆，那也可以防刮。然后它的滑轮呢，它的滑轮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一下哈，它的滑轮四颗滑轮也非常的鼓溜，也非常的顺畅，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的感觉。那它四颗滑轮里面有两颗滑轮是可以做一个刹车的作用，那我是把它放在这两个长边啊。那它说明书上是放两个短边，我是把它放在两个长边，因为我觉得长边的刹车力道会比较稳固一点。所以说我觉得优点有两个，第一个它的烤漆品质不错，我而且它的一些也是没有立脚的感觉，没来来也差不会，然后修边修的还不错，烤漆品质也不错。好，这是它的优点。 OK， 那第三个部分我要聊一下它的缺点。缺点就如同我在那个好事多经验分享的 FB 上有提到，就是它有两个缺点。第一个呢，它的螺丝个数哈，事实上说明书上虽然写42颗，那我开箱这是它的箱子哈，还蛮重哈，它就整体组装起来其实还蛮重的。它有提到它整个的净重是 ，OK， 净重是 21.8 公斤，哦，将近是22公斤，最大的承载重量哈，每个层板是45公斤哦，这是它的规格，补充一下。然后我要讲一下螺丝，螺丝它在说明书上的第四页事实上是有提到42颗，可是呢，等一下我实际数给各位看一下，42颗是不够的。 OK， 好，那我等一下 补一个影片跟大家算一下它的螺丝个数哈。那虽然它里面写42颗，但是呢，我实际收到的时候里面的螺丝是40颗，那40颗够不够？其实也不够，我算过总共要56颗。如果说你每个螺丝孔都锁的话，要56颗，因此也就是说，就算你给我42颗，我还是会少大概14颗。
那我收到是40颗，所以我少了16颗哈。OK， 这是螺丝不够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开孔是有公差的哈。那我现在带各位看一下。好，接下来呢，为各位稍微检查一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缺点的部分哈。第一个缺点呢，就是我觉得它的螺丝个数有少。那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它总共需要几颗螺丝哈。OK，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三个层板，红色的层板。那我们先看一下上下两个层板，其实它结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角需要四颗。好，所以是四，所以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角，八四三十二。好，然后中间的层板呢，需要两颗，二、四、六、八，所以刚才是32加8 40，所以光这三个层板就需要40颗螺丝。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旁边的侧边的洞洞板哈，需要一二三四五六，这边七八九十，那边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这边十五、十六，啊，十六，所以四十加十六需要56颗螺丝。那56颗螺丝，我们再对照一下说明书上提到的哈。说明书上说，它给你的螺丝是42颗，那我们事实上刚算一下需要56颗，所以还短少了14颗。OK， 好，所以如果说你是收到42颗的话，你全部锁上去还是不够的哈。你会跟我一样发生这种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螺丝可以锁的。 OK， 好，那以我自己的 case， 我收到我不是42颗，我收到是40颗，所以我还少16颗。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螺丝有短少。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公差的问题。那公差的问题是发生在下板，下板我解释一下哈。我们上板跟下板的结构完全长一模一样，就是它的厚度啊、规格啊、开孔都一样。那上板不会有公差问题，因为上板呢，在这四个黑色的角柱，当你上下调整的时候，就这是没有公差的问题啊，哈，它开的都还蛮准的。可是呢，在下板就会有问题哈。下板因为我们这四个角柱，我现在趴下去给各位看一下哈，不晓得各位可以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四个角柱这边有一个挡片，三角形的挡片，这个挡片大概是有大概 0.2 到 0.3 公分哈，这个会造成说，当下面这个红色的层板在组装的时候，它其实无形当中就会往上提升，也就是这就是公差出现的原因。有没有发现它这两个孔都各自往上提升，因为它就是被底下那个角座所影响的，所以他们在开孔的时候可能忽略到这一点，应该把开孔再往下移，因为底下一个黑色四个边角有一个挡片造成红色的这个底座往上提哈。那为什么这两颗可以锁上去哈？那是因为我们在锁螺丝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不会把四边都紧迫了，我们大概就是用手去把螺丝稍微旋进去，但是说真的，因为有公差也不好旋哈，所以有带有一点半推半就这样把它硬锁上去，但是四边都是先慢慢锁，慢慢调整，慢慢锁，然后锁上去之后呢，其实它就达到一个恐怖的平衡。那恐怖平衡达到之后呢，我就再把它紧迫锁紧。原本呢要四个螺丝，我单锁两个螺丝就紧绷了啦，这两个真的是锁不上去，所以每个边四颗，我大概都是锁两颗。那这边也是锁两颗，那边也是锁两颗哈。那你说这样够不够坚固？我锁完之后觉得还蛮坚固的哈，就是它也没有因为公差然后少锁螺丝等原因造成它的组装会摇晃，我觉得不会。哦，所以这样子也是因为，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并没有选择退货了哈。要不然这个台哈，大概有22公斤重，其实组装完你才会知道少几颗。那因为太重了，我也不想把它拆掉，而且加上自己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还有它的品质，烤漆品质，我觉得都在我的可接受范围，一台也只有2999，因此呢，我最后还是选择把它留下来，并没有把它退货。好，最后我们来个小结论哈。以整体品质来讲，我觉得这一台推车，售价2999，然后有这个烤漆品质跟锁固完之后，我觉得它还是蛮稳定的哈，也没有什么异音啊，就摇起来没有异音，然后加上它在推拉的过程当中滚得很顺，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哈，所以就把这个经验提供给各位。那下次各位同学各位呢，在购买的时候，你可以依照我这个经验来去考虑看看你要不要入手。那我刚刚又想到一个缺点啊哈，就是说它四个滚轮哈，当初要锁上去的时候，它的那个螺牙并没有的那么顺畅，就是有点阻力哈。我觉得那个是可能在那个螺牙跟螺纹之间并没有咬合，就并没有洗得很漂亮哈。所以在把它用手旋进去的时候，稍微卡了一下，但是调整一下。其实你各位如果有在 DIY 的人哈，就是知道怎么去处理的哈。它其实很多事情可以把它克服掉，我就自己把它克服掉。那你说这台推车没有抽屉，其实对我来讲不是什么问题了，因为我上面这个红色的台子就是我的工作区，那底下这两个台子就是我的一些工具置放区哈，所以通常上面会保持比较净空，我很多工具要施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上来使用。好，今天呢，我们的开箱还有组装的经验分享就到这边，那希望这些经验分享能提供给各位在购买时候的一个很好的参考，也希望可以提供给厂商做修正的一个依据。那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你关注、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